爱的状态，却不会永远崩坏。
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记得，化成灰我的记得你，当初分手要了我半条命。你那会儿怎么老跟我扔粉笔头啊？你总在我眼前晃，不就是等着我搭理你？我们都已经四个月没有好好说过话了，为什么吧？总想用分手证明喜欢你。年纪轻，不懂得低头，两个人都不懂。回想。
还我吗？当时见到他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记得，化成灰我的记得你，归乡。还我吗？你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晨，是晨晨响，早晨的日光，很配吧？当时见到他。 是在中学的操场，那一面，我记住了他的名字。微笑。那个时候，把所有情感都寄托在一个电话线上，好像我们在平行的两个世界。我每一次听到他叫我都颤抖。 你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晨，是响，晨响，很配吧？喜欢我吗？路程保证，永远不分手。以前分隔两地，把所有情感都寄托在一个电话线上。为什么？年纪轻，不懂得低头，两个人都。要是再遇到他，你会怎么样？归乡，还爱我吗？ 还记得我是谁吗？记得，化成灰我的记得你。路程保证，永远不分手。为什么？以前分隔两地，把所有情感都寄托在一个电话线上。年纪轻，不懂得低头，两个人都不。要是再遇到他，你会怎么样？ 只看得到那些近在天边的风暴。什么？真相。